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前面这里这个是湖南特有的这种磨坊子，现在很少看得到了哟。哇，咱过个的捐三千，哇，那啥个的，我们要爬山，从这里爬上去，你看一下这个山顶。但是今天是特别的凉快啊。那边是城里面，这边是乡村。大家看一下山里面，山清水秀。朋友们，前面那边就是香港。现在我是在香港的郊区，大家看一下。跟大家开一个玩笑啊，这个是湖南的一个小县。看一下，这个就是真正的矿泉水啊，比农夫山泉还要山泉的。你看这上面也是大片的山，然后从这个地下流出来的水，这个水是非常非常的清澈的。哎，这差不多在食盐水。像我们湖南这种山泉水到处都是。看这下面就是一座山，这周边都是山，就是下面的村民在这个上面打水，很多人跑好远哦，跑到这里来专门打这个水。走了半山腰，现在我们从这个小路上去，马路的话从那边绕一大圈，走小路就从这里就上去了，跟着我爸老人家走这个小路啊。这上面也有水，哇，直接可以喝水呀，又可以喝呀。看到这个里有水了，我就在这里喝水呀。这个水从那个山洞里面出来的，哇，好凉快啊，在这里喝水了。哇，甘甜可口。哎，真好喝，纯天然的矿泉水，太好喝了。我刚才喝水去了，他们就跑了，看不见踪迹了。从这个小路走，哇，走得好快啊，他们都走到上面去了，看不到人了。水给我喝饱了啊。好久没爬山了，走到上面去了。哇，看，呀，快爬到这个山顶了，啊！哇靠，这个树应该是挺大的。等一下，一些太阳都要收给他的。高山云雾，一到山上这个雾就起来了。这个雾的话一般都是在我在这个山上，看这个，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山顶，这里有一个亭子叫做亭云阁。一二三四五层呐，一二三四四层呐，
这个上面写的天元阁，看这上面都起雾了，雾属这个山头啊，下面都看不到。我现在要去登这个亭子，爬这个亭子上去远眺，视野会更佳。你把它拉起来吧，拉起来。现在我们登顶了，现在下面我们看到的就是湖南的一个小县城啊，被当地人称为小香港哈，每个地方都有很多小香港。